大家好，我是 Shelly。 大家好，我是 Shelly。 话咁快就嚟到最后一集啦，好唔舍得大家啊。吓，你唔系好惊行山嘅咩？嗱，我系唔舍得大家啫，唔系唔舍得行山啊。不过嚟到最后一集咯，你真系唔怕玩刺激嘅？诶，你同我定，我已经问过晒所有制作组人员啦。今日嘅主题系保卫香港之旅。首先，我哋会由城门水塘出发，沿住战士嘅醉酒湾防线去睇非常之有历史价值嘅城门碉堡，再上狮子山嘅狮子头，去欣赏下我哋美丽嘅香港。但系今日真系最后一集咯，你真系唔怕玩刺激嘅？信阵就做，唔怕。咁你个行山杖呢？唔带。兄弟们好耶！嘿，呢度就系城门碉堡啦嘛！喂喂喂，唔好整蛊做怪先，你知唔知道以前发生过啲咩事啊？重重啲。哦，对唔住。咁呢度发生过咩事啊？打仗咯，不过份稿就冇详细写嘅。城门碉堡是醉酒湾防线其中一个重要的军事据点，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机枪堡、很多战壕和其他军事设施。整个醉酒湾防线全长大约18公里，由荃湾到西贡。它战略价值相当重要，因为这个防线一破，日军就可以长驱直进进入九龙半岛了。哦，明白。但是它是谁来的？不知道。其实碉堡都是有通道名的，其实他们全部都是英国伦敦的街名来的，因为当时保卫香港的主要是英军，所以用他们故乡的街名就多一点亲切感了。不知道当年的战斗是怎样的呢？日军已经攻陷了香港启德机场，我们的制空权已经没了。Captain， 日军的200联队炮兵群已经去到新界，他们一路前进，下一步就来到我们这里了。为什么你还可以这么冷静啊？ Fr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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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我们这城门碉堡只有两条路可以入的嘛，一条就在东边，东边有成几千码范围，完全冇遮冇掩。到时我哋用机枪同埋炮击就可以击退佢哋。唉，中游，就算由炮兵都好，我哋嘅碉堡完全系由石屎同钢筋去构成嘅，所以唔使等啊，朋友。Secure。冇錯啊！到咗12月9日，日本嘅228聯隊咧就喺名將土井定七帶領底下咧多次發動進攻，但系咧都俾英軍嘅機槍擊退咗嘅。不過可惜啊，呢個碉堡咧去到最後咧都係俾日軍攻陷嘅。沈欣怡，咩事？呢个咧就系机枪部啊，我要示范俾你睇。示范嗱，通常支枪咧就会架喺度，然之后就摁啊，就咁样嘅。系啊，所以枪喺呢边。咁你睇到哇，好多子弹窿喎，所以出边都会攻击入嚟，冇危险咯。咁即系如果系掉啲手榴弹啊乜嘢嗰啲，都喺呢个位嘅。所以其实呢个位系好危险。其實我依家即係身處喺呢個環境入邊咧，其實有啲唔係好受，唔係好舒服啊。因為你幻想到佢當時都好多人喺呢度啦，有好激烈啦、高壓啦，係啊。所以其實即係講真啦，即係每一年嘅生日願望咧，話講話要世界和平，唔係講笑。唉，唔知佢當年喺度又發生過咩事咧？
阿星，唔啱聽嘅説話，你想唔想聽啊？雖然我哋而家暫時守得住，但係敵人嘅數量真係太多啦。我諗呢幾晚點都會失守嘅。雖然我哋係皇家蘇格蘭保兵團，但係你又唔係蘇格蘭人，又唔係香港人，無謂犧牲自己啊！趁有時間，快啲走啦！你同我講，我可以走得去邊度？算我有印度嘅血統，但香港先係我嘅家。皇家蘇格蘭保兵團，全部都係手足，妻上妻落。講得好，皇家蘇格蘭保兵團，呼啦，呼啦 ，silence。係喎，點解突然間變得咁安靜嘅？星 ，go check。哇 ，enemy！就係呢個手榴彈傷咗幾個英國軍官，令到城門碉堡咧好快被攻破啦。當然仲有其他原因嘅。城門碉堡嘅設計咧原本可以容納大約120人嘅，但係咧被攻陷當晚咧只係得39人啫，兵力不足令到城門碉堡嘅功效咧未能夠完全發揮。所以當我哋嘅兵力如果同敵人太懸殊嘅話咧，千祈唔好同我哋打陣地戰。We shall defend our island. Whatever the cost may be, we shall fight on the beaches. We shall fight on the landing grounds. We shall fight in the field and in the streets. We shall fight in the hills.We shall never surrender! Never! Shirley, 听完头先段历史之后，我终于明白到参观古迹嘅时候系要俾翻啲尊重噶。知就好啦，虽然我哋以前冇份保卫香港，不过至少而家我哋可以出少少力保卫香港嘅古迹。早晨啊 ，Shelly， 最後一集你冇唔捨得啊？少少啦，日日都對住大家。今次係因為係有一個特別嘅意義，喺獅子山度玩呢個圓繩下降，我一定要做到。好擔心啊，今日。點解呢？啊，導演啦，揀咗個全香港最高難度嘅一個圓繩下降地方，同上幾集嗰啲爭好遠啊！經歷咗咁多集嘅訓練同埋艱辛嘅鍛鍊之後，佢哋應該知道自己已經冇退路。你知道阿陳㗎啦。佢嗰度跳緊舞，即係跳緊舞。佢完全唔知道究竟有幾恐怖嘅，陣間你就知啊。導演放心，交俾我啊，交俾阿新你。好嘞，加油！唔係盡力，係一定要做到。啊啊啊！你撳住我背脊啊！啊 ，OK OK。啊！呢個好難啊！係啊！我覺得呢個係紅巨
去。冇錯啦，埋個突破咧，而家得㗎啦。不愧係最後一集啊！不愧係大佬啊！我淨係知道我完咗呢個節目，一定會記住你嘅咪。你今朝好有氣勢嘅喎。係啊，我依家都係依然希望自己可以做到啊。你覺得陣間完成到嘅勝數係50-50？50-50，哇，咁都好高啦。係啊，好高啊。好，你覺得你會喊嘅勝數係？100。好，兩位 Shelly， 我哋依家喺獅子山嘅頸部，獅子條頸。咁陣間咧，你哋就會喺獅子嘅頭，即係你哋後面嗰度完整下降落去啦，可以另外去後面望一望。嗰個同我哋練習嗰個係唔一樣嘅喎，完全個坡度。我今朝一嚟到嘅時候，我係好有活力同好興奮，即係好期待開工，覺得今日最後一集一定要好好完成。睇你會唔會突然之間跳級跳得勁得滯少少？上次經歷過飛索，我以為自己唔會驚一啲高嘅刺激活動，但其實喺飛索嗰個位望落去都係驚，而呢一個比飛索更高，要踏出嗰一步好難。啱啱喺山路，你話有50-50做到成數。依家有幾多？俾多啲啦，零即係一定做唔到喎。10啦。你做到嘅 ，Shelly。得嘅你。我好似拖住自己嘅親屬去行刑咁啊。OK， 可以。Go！兩位 Shelly， 我哋馬上就會開始今日嘅活動啦。阿陳，你會是第一個嚇？你是第一個，點解啊？今次是因為係有一個特別的意義，我哋係喺獅子山度玩呢個完整下降。我覺得每個年代的獅子山精神都是不同的，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做到。而家我同你裝個下降器啦，好。係啦，我哋見到黃色衫參賽者阿 Shelly 陳咧，佢已經咧驚到面無血色噶啦。呢一步好難跨出去㗎。其實跨出咗一步咧，你係做得到㗎。嗱，落到下邊沽嘢買，好唔好嘅？好。你頂住我背脊喎，記住。頂住緊啦，係頂住咗。哎呀，唔該曬啊！放鬆啲，放鬆下邊頭，伸條頭幫你。哎呀，我好重啊！放鬆，趴咗落嚟。放鬆啲，放鬆啲，好。你幫我，你捉住我。係得，踩落下面草嗰度。慢慢係，唉，係啦，見到 Shelly 陳咧，慢慢放緊就條繩啦，開始懸空直噶啦。Shelly， 你記唔記得落去之前，我咪問你做到嘅成數有幾大嘅？你答我10%，好快你就可以證明到俾觀眾睇，10%係夠噶啦。係。有氣勢啲。係。好，加油。加油。你可以噶。落個人定落咩啊？誒，街坊同你加油啊！我唔使理佢哋住啦，我哋落，我哋搞成有人喺半空啊！好。哇！發生個意外啊！冇喐，冇喐，停一先，你所有嘢都楞住你嘅，唔好住。好啊，企翻起身啦！你喺度啊？你成日喺度啊？定啲嚟先，我系从头嚟过，从头嚟过。深呼吸，深呼吸。我慢慢嚟，你掹少少缆掣，掹少少缆掣。我只脚一企冇得企。系啊，所以我就下面有位俾你企噶。呢度有草啊，我阵间喺下面咁样肥，我就撞啲石噶咯。下面凌空冇得撞噶啦。陳先生，你可唔可以應承我，陣間唔好咁樣揈嚟揈去啊？我哋兩個都唔好揈嚟揈去。好，知道。點啊行？點解我條路咁崎嶇嘅？係啊，做明星咁易啊！啊嚟啊！我唔要。啊，鏈同濟啦。
可以用翻呢個方法，照嗌口號，準備。1 2 3 1 2 3 1 2 3好，再嚟。好，仲有幾多個教練？最後三分一。好。繼續。俾啦，俾啦，係啦，俾啦。唉，攣住佢。Good。我哋盡量 keep 住呢個速度，好冇？Almost there， 走到啦，真係。好，再嚟，一、二、三。打自己。好叻啊 ！OK。等住望住我講幾句。Yeah， 我哋做到啦，多謝教練。啊，到啦。挂啦！我想打电话俾我妈咪。打俾妈咪啊！喂，你知唔知我头先做咗啲咩啊？我咧，我头先爬喺狮子山上面爬咗落去啊！系啊，我系就系有，你唔使吓死啊！你唔使吓死啊！我而家冇死到，我已经唔系以前嗰个陈欣妍啦。好啦，我唔同你讲住啦，唔好后悔拍呢个节目，陈欣妍加油啊！虽然中间你可能惊会揈嚟揈去，但我都做到嘅话，你一定做到啊！你做到啊！系有少重系正常嘅，唔系重嘅问题，系高嘅问题。OK， 即系呢啲嘢全部都会楞住我嘅，系冇错。我係唔會喊噶，唔會喊，冇錯啦，係好堅強嘅。落到去 ，OK， 好。眨下眼咧，已經嚟到就嚟黃昏嘅時候啦。依家接落嚟第二位選手 Shelly 沈，究竟佢要用幾多少時間先落到去呢？慢慢哀喉，做得好好噃。好，繼續。我背脊好涼啊！佢安全帶跟住 wing， 可唔可以再低啲？我問下我只右腳先，你等我陣。OK， 冇問題。力咗呢個，哎我 OK 非常好，做得好好啊你！唉，人生真係好艱辛啊！嚟，繼續。阿 Sherry， 點啊？攰唔攰啊？我覺得比我想象中恐怖啊！呢個根本就揾唔到嗰個重心。Sherry， 啊！我依家俾個機會你，同自己講啲嘢，又或者同任何人講啲嘢。我觉得呢一个节目俾我了解自己多咗好多嘅。点解我讲完呢句会想喊咧？继续讲，望住个天空。吓，好奇怪。我觉得，哎呀，我真系由细到大都唔系一个会讲自己内心嘅人嚟嘅，但系我觉得我由细到大都系一个好容易活喺人哋俾我嘅框架或者既定印象入面嘅人，因為我係沈欣怡，所以沈欣怡會做呢一啲嘢，我會去唔想 say no， 怕人哋會唔中意我，所以我去做好多嘢去迎合好多人、屋企人或者各樣嘅要求。入呢一行都係我跳出自己咁多年嘅框框，即係個新嘅自己嘅第一步嘅。唉，好驚啊！我而家你仲有啲咩要我講啊？我諗唔到啊，腦入邊一片空白。大叫一下俾我！啊！加油！唉，人生啊，人生落去啦，落去啦，沈欣怡，沈欣怡你要落去。拎起，快落去，係 ，good， 係。跟住 Sir。你覺得我頭先講嗰段浮白咧，會唔會好肉麻？我覺得自己好肉麻，因為我其實人生真係唔講幾次啲咁嘅嘢。但係咧，我想講咧，其實我覺得有陣時鼓勵同加油係一種壓力嚟嘅。你嗰一刻嘅才華，你配唔上你夢想，唔等於你之後唔得噶嘛。但係當身邊人叫你加油嘅時候咧，加油啊，沈！
就係呢啲人啦！阿嬸，你落到去，你嘅下半身就交俾我啦。咩嘢啊？好，你唔好理佢啦，我哋繼續落去。係啊。咩係最浪漫嘅示愛方法啊？你有冇？我哋去咗幾多啊？我好辛苦啊！呢一刻，各位觀眾，我胃痛。快啦，就到啦。我要落去啦。好好好叻，你有冇喊啊？如果当呢一刻系成个节目最后嘅一分钟，你仲有冇啲咩想讲啊？咩都做晒啦，你哋冇啦，我哋唔会再见面，唔会再行山噶啦，即系会再见面，但系唔会再行山噶啦。吓，点解唔会再见面？会再见面，但系唔会再一齐行山噶。即係我第一次做嘢，唔係好覺得自己做緊嘢咁樣，即係好似同成班 friend 一齊去玩啊！每一個人都係可以喺疫症期間唔使韞我屋企，同你哋可以出嚟玩喎。然之後我又學咗，我唔係學咗嘅，但係好似突破咗自己少少咁樣。唔少啦，你突破自己好多。好多啊！真係㗎，好大步。係啊，我覺得係幾開心。呢一個係唯一一個我拍到而家會挖我，即係你哋會去好想知道話，成日都會做自己啊，什麼嘢做自己啊，你試下放多啲。但係我唔識放嗰樣嘢，唔係因為我想 hold 住啲乜嘢，所以我唔放，而係我根本就冇唔知道我入邊係啲乜嘢，我唔知道我放啲乜嘢出嚟先叫做自己嘅。所以我覺得呢樣嘢都幾特別嘅對我嚟講，因為冇節目會成日需要去挖一個好入邊嘅我係點樣樣咯。希望俾大家睇到我係有啲唔一樣嘅。會嘅，會嘅。哎，我講完啦，我冇嘢好講。好，大家過嚟影張相。耶！影講啲。哇！三二一，先。多謝大家收睇《美女郊遊遊》，十集精彩內容經已全部播映完畢。喺度衷心講，真係多謝曬，多謝包容我哋有事無厘頭，完全唔知做咩都繼續支持。各位觀眾，有緣再見！祝大家郊遊愉快，身體健康。好，收工。记得 subscribe 呢个 YouTube channel， 更多 Feel TV 嘅足本节目将会定时上架，揿埋个铃铃，一有新片即刻通知你。